你若是乱讲话，也是搁乌白串物件，你下场就跟你男朋友同款。这张就是你跟亚军离婚的协议书，签签的，人家出去，以后跟阮谢家拢无牵连。爸遐尼疼惜冠廷，我无遐尼残忍，要让伊知影冠廷唔是我亲生的。你讲啥？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这白骨的，我该生一个囡仔。上刀山下油锅，甚至我爱你做什么代志，你拢愿意。那是当然的啊，只要主角欢呼一声，什么代志我拢做会到。你讲什么？你看到有志？我看到伊伫比阮公司的旧办公室内底。发现恁爸，恁爸做孽的啦！我是李有志啊。哎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行行行。老朱，阿姨讲有志人，即卖伫倒位？即卖伫旧个办公室内底。出去。爸，快点！爸！爸！李有志要甲管理带去倒啊？你想要报复我？你针对我来就好啊！你创啥甲管理带来遮？你是你的孙哎，外孙，敢是啊？关天宇是，是你甲陈宇杰生的囝，是你的后生。我孙。花莲意，我用双手来捧起，轻轻拂，慢慢品，风中做你的气味，多玛伊心稀，现那琴声来响起，霸王别姬，咱最爱一出戏，咱有相爱美丽的。偏偏输乎缘分的创治，问我爱你太认真，问你爱我无勇气，三千宠爱对你一生为你痴，我贴心抓戏乎。换不回着你，情到最后是分离，爱到伤心无犹豫，莫放我做你去，我求你。咱有相爱美丽的过去，偏偏输乎缘分的创治。换不